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给我爸准备了一个小小礼物啊。啊，我爸需要这种迷你型的东西。哎呀，真 Q 啊，这个真的很 Q 啊。没见过那么凶猛的东西吧？这个放房间好哦。没有啊，这个好 Q 啊，这个可以解冻了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好，那这个可以解冻。我要买了什么好宝贝？给我老弟找一个啊。那咋不是有一个喽？啊，那个不结冻的那个闹着玩还可以，这样的这个迷你不？可以不？好看不？好看还是大小？300块，那么贵的？永春一天嘛，我是说这么便宜，一级能耗不？真的？啊，300块钱不贵。这个牌子货来的。你看，你跟我这个好哦。你那个太大了，我这个那不是有个大冰箱了吗？其实就是喽。老弟，妈，哎，在呢，快点啊！这种就是非常普通的冰箱，很省电。你看。一级能效吧，刚刚好。冰箱啊，我最后一个号了。酒店的给冰，半个小时啊，给你啊，专用。这个还是半个房间呢，半间得了，房间。你放心了，放心。哦，大家可冻水果了。你有蛋有奶啊，你有放那些东西，之前你备点东西没有放上来啊？我那里有冻有烤纸啊，冻有瓜，我拿呀，瓜给你喂。不过你拿我那瓜这里保鲜。嗯，这个好哦。嗯，我看看。是吧？你看。你看我这个昨天买的这个瓜，你看这个保鲜那么好，那个保鲜。嗯，烤死你。哎，冰的吗？你那冰箱冰的？冰的啊，他那个小小的冰箱也冰的吗？啊，上面是保鲜的是吧？他们插电的，你知道吧？下次插电到什么时候？上面是硬的，上面是结冰，上面是结冰的，嗯，上面结冰的啊，还没保鲜啊？嗯，来，这可以放的饮料啊，哦，我那个等我去搞绿豆腐啊，嗯。可以了，这样。嗯。差点没有。那你咋能过过？在哪里？原来过一位先。小小的 QQ 的，就那么大一点。哦，给他充完，给他买盒子。对。800块钱的。那200几、300。哦，那天我看，好像是800，我刚买一台来的。永生。永生的。哦，好的。那我那个鸡蛋我拿来保鲜，我那个鸡蛋还是在那保鲜的。房间现在刚刚，这是房间冷用的，再大的都是丢在下面冰箱得了。哦，好 Q 啊！我再买一个。我越看越喜欢，我就喜欢这种小小的。都不要这个小的，我想要买一个这个。那个光是保鲜，这个可以蹬东西了，你可以买雪糕、雪条了。你笑了，拿国力专用。哎，这哪个台湾公司？很笨的，你看啊，摸着啊。哎，我也笨的哦。你摸着蛋了，笨的了。嗯。你看你爸好多东西哦。嗯。哈哈。哎呀，全部是补品的，你看我这个。会网购了，什么都搞了。会网购了，什么都搞。你用哪个冰箱？你有没有拿到房间？放在这里，等一下给他。这个放在这里，等一下给他擦干净，晾一下。哦。放在他那里，给他用个小的，这你放。嗯、我包一个鸡蛋进来。保鲜鸡蛋，
下我从头会开点了，我也没忘。现在很冰了，现在。嗯 ，OK。OK， it's beautiful night。嗯。好爽，这下我爸够喜欢这个。哎，这专门弄些这些小东西回来，又实用又高兴，太大了他不要。嗯，这太高了，他受不了，那个太大了不行，他就用这种单独独立的冰箱给我爸就行。然后这个客厅这里也是给我爸，这个客厅我们都不用。等他有战友来玩的时候啊，聚会的时候，刚好就在这个厅里面，一个按摩椅我给他丢到这里来，按摩椅我就会用了。好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家庭幸福，开心快乐。Hello U2B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